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 OK， 今天要和大家来看的这个就是第29届冬运会的一个羽球的项目，然后今天是半决赛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等着排队进去进这个体育场那边，然后现在还要等我一个朋友来，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去，然后他现在已经排了很长的队。然后我后面呢就是这个叫 Asiata Arena 的一个体育场，然后它是一个专门给羽球项目的一个体育场，所以以后马来西亚可能大大小小的那个羽球项目都会在这里举行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排队一起进去看这个羽球的第29届东南亚运动会的这个羽球项目的半决赛。 Let's go。挤了那么久，终于进到来这个体育场了。现在呢，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第一场呢，我们看的是马来西亚的混双队对泰国的队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呢，终于换到了一个更好的位置，然后。我们是坐在前面的第三排，给大家看。实在太大声了，马来西亚的混双队胜。看完比赛，然后现在要走出去这个 stadium。有啦，太多人了。可以买咯。那刚刚从了那个羽球场那边刚挤了出来，然后这里是 Stadium Bukit Jalil 新建的一个体育场。很荣幸的呢，马来西亚的队呢就有两个女单，还有一个混双，还有一个男双进了我们的第二十九届东南亚运动会的这个总决赛，所以明天可以期待。但是我买不到决赛的票，很可惜。但是可以从那个。电视里面看吧，所以就只好这样默默加油吧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在这里感到了非常浓郁的那种团结的气氛。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体验一下那种 live 的羽球比赛，所以都很好玩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给我一个赞，然后还有订阅我，然后按那个小铃铛，然后以后发影片你们就会看得到。所以今天的 vlog 就到此为止啦。Bye.